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型男奶爸陈明，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快速换尿布。首先呢，你们先拿一块尿布。那我的习惯呢，是我拿到尿布的时候，第一个我先甩一下。为什么？当我甩一下的时候，你发现尿布就已经开了。当我们拿到尿布之后，嘴皮躺平，先让它舒服一下。好，我的做法是呢，我会先把手夹住，让小 baby 的两只脚被夹住之后呢，干净的尿布先放在下面。为什么呢？是怕小朋友会喷尿。第三步骤，打开，拿下来的瞬间抽出来，关上去。第四个，第四个再加上去，第五个最重要的，要把这个脚胶包板打开，这样子就完成了快速包尿布啦。